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have just landed at Jinan International Airport.
Thank you.
以回。杭州话长多少？好像是长3公里吧，30公里，也是过来参加的亲戚。
那黄岛是什么？是一个区，是一个区。青岛属于青岛，下辖的一个区，连在青岛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的。八大集装箱码头这个投喂，那么这几年呢，我们围绕着自主创新、自主研发这个什么，大力开展整顿减排工作。我们很突出的一个工作就是，我们后方地团的轮胎调 RTG， 我们实现了轮胎调又改变。这项成果我们属于我们每日每月每天的。现在在装那个集装箱嘛，你看它的动力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，
这是最后是我脑袋听到你十秒了，对，快了。你们跑，你们就跑三圈了嘛？这公交车是按圈跑，跑三到四圈，给他换时间再跑。跑远途就不行了，我们在路上。公交车它不成这个问题啊，要跑远途，我们今天都是快点的。先拉出来，把电池拉出来，拉出来，用过的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再旋转，还得内旋转，把好的转过来，旋转。用完的接着来，再把这个对对对，是吧？把这个旧的拿出来了，把好的，把亏的，哦，亏的就完了。这成本都加上水来的。啊，就这么。前面是机械手，成本多少？那是4块钱起啊。那一共要几块电池？啊？一个车几块？一个车9块电池。哎呀，九块电池我换的话，不到10分钟就换完了。那9块电池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池的。比加油慢不了多少。180伏，一共是500多伏，它有动力嘛？我给它一动力就够了。那你电池120公里啊？哎，120公里。不是，还有一个，这个电池一个成本多少钱？对呀，成本。成本这样，我们是租赁用的。这组电池大约5000多万，用4年。那总体比汽油便宜。对。还是比汽油，那便宜多少？这没法，现在。司机还是地方的，好，我们不用这个办法，我们也完成。海底隧道呢，全长是9.47公里啊，全世界呢排名第三位啊，全世界排名第三位，我们全国呢是排名第一位。它这个地方最深的这个海底，这个最深的这个海底的这个深度呢是在80米啊，80米。那么咱们这个海底隧道9.47公里的话很快哈，差不多6-7分钟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穿越到青岛的这个老城区。好了，各位哈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从这个海底隧道这边出口出来了哈，我们就到了青岛的老城区了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是离火车站非常的近啊，青岛的老城区。那么这当年德国人呢，就是在这一带啊来建设青岛的。最初我们青岛市也就是围绕着这边发展的，就是跟大家说的那个青岛的总督府啊，总督府。那么现在的这个景象，在最头上呢建了一个回澜阁，这个青岛啤酒的商标就是用前端的这个回澜阁注册的啊，青岛啤酒的商标，晚上喝啤酒的时候可以注意看一下哈，就是回澜阁，这个就是青岛的栈桥啊，旁边呢是青岛的第6海水浴场。青岛的老城区呢是红瓦绿树，碧海蓝天，天下第一。从这幅图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德式建筑上都铺以红瓦。那可能有的贵宾会问，为什么会铺以红瓦，不是别的颜色的瓦呢？这当年德国人就认为哈，胜利者呢就是应该头戴红瓦啊。新城区了，在我们的右手边，刚才我有听各位贵宾说，这个海天大酒店哈。右手边这个就是青岛市最早的一家5星级酒店海天大酒店，但是它这个地方马上要拆了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拆？那边已经拆了哈。它这个地方因为有10多年了，它的软件硬件设施都跟不上了，所以。